一题，他好不快乐哦，请问这个人到底快乐还是不快乐？啊，他不快乐。第二题，新加坡大败南韩跟新加坡大胜南韩这两句话意思一不一样？一样。第三题，他差一点没发片，请问他发片了没？他发片了。第四题，乔玉明是我最喜欢的歌手，没有之一，请问这里的没有之一代表唯一？是应该是。第五题，动算代表什么意思？动算口臭可能是不知道。好的，第六题，成语有一句成语叫三人成虎，表示说人多势众，气势很像老虎。是。第七题，我不能同意你更多了，表示我太同意你了。这个是一样的。第八题，猜猜垃圾的意思是什么？垃圾？Is it like 要这样子啊？第九题，请问目前台湾最抢手的一个卡片叫做波卡，对吗？对，我看到了。对，是。第十题，前一阵子票房破亿裸泳的台湾男明星叫什么？是在那个他的名字是什么？是在小女婿带的。好，两个选项，一个选项是李玉玺，第二个选项是王大陆。是那个坏的男生。对哦，我不知道他的名字。OK 会送给他，真的假的？